在近日陆续公开了女孩们拍摄 MV 的幕后花絮。在影片中，舒华虽然超帅气的拍摄 MV， 但一喊 cut 时就一秒变回可爱鬼呢。刚才我的手里可以有没准吗？真的没准我的个 episode 的时候可我的弟弟给你看的지금외계인같아요在之后，舒华更是换上绝美的绿色礼裙，还不断的向粉丝们炫耀美腿呢。오늘마지막시까지예쁘게잘찍어줘서너무고맙습니다아이드팀에서저다리담당이에요그래서계속보여줬어요송 이번누드많이많이사해주세요아제가먼저갈게요갈게요바이바이 야야